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要推的，要推的，要推的。好，来这一段，这段过不了，上不去。修一下，修一下。到前面电线杆，我们在前面等你们啊。有，来了，有车，有车。 不撑了，有车，海力哥，那根电线杆，因为以前有不落地的经验嘛，就一些比较短的路程，我们还是希望一口气把它骑到山顶的。好，安尼我就无客气啊。慢走，慢走啊。上坡量来了。连续的弯，有一个又太陡了，我就要起来抽车了。 那可能地有点滑吧，就这轮胎就打滑，脚就下落地了，脚一落地就完了。我们这一路本来是预备，第一个不上救护车，第二个就是不落地。那结果落地，我看到别人都下来，我就想，哎呦，一口蒸汽就散掉，这个小小的遗憾哦，也许就是这个你最难忘的。到那个黄标。 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到前面得停。可以，等我帮你推，不用。哪有比较轻松？五烂。三点五，才3.5。那我们推1公里，骑1公里好不好？上坡先推了，推到平地再骑啊。嗯。 太累了，骑到灯塔那一段，体力，我起来抽车都定杆了，没办法。加油加油，可以，跟过去。好了，上吧上吧上吧，一鼓作气。好，走走走走走，好好好，推一点是一点。哦，脚软了，不要浪费这一小段，休息可以抽掉一小段嘛。真的。Friday。